公司生产的 DH18S-17 每一个延时器都有赠送一个贝尔美的竞品底座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款延时器的功能。上面这个时间单位是可调的， S 代表秒， 0.1M 代表 0.1 分钟， M 代表分钟， 0.1H 代表 0.1 小时， H 代表小时。我们现在设置两秒，它有两组时间可以设置，这个是无限循环的，一组常开一组常闭时间，这个是无限循环的。右边这一组开始是常开时间，你看现在这盏灯，绿色这盏灯就是常开时间，我们设置的是三秒钟，常开时间三秒钟过后，它就会跳到常闭的时间，常闭时间我们设置两秒钟，它就会这样拿来回的无限循环。然后现在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款延时器有清零，就是复位跟暂停的这个功能。清零呢，就是按下去之后，不管你计时到哪里，按下去都会清零，重新开始。大家看一下，还有暂停，这个暂停也是不管你计时到什么时间了，然后你按下去之后，它就会暂停，然后再按一下，它又重新开始。